凉的，地上点，真凉的。哎，这小头发还挺帅。向天发誓，他不是妈宝男。大 S 暴力婚晒证据，打脸路网，装来摸头汪小菲，被向妈宝男突进。宝宝们，这我就这是儿子来了。哎，原来是儿子来了，还以为是酸辣粉库存补足了，热度不能输给敌方嘞。就在大 S 宣布再婚，中国网友接连爆料他癫痫发作，原因是嘞，鞠婧祎卷走2.2亿财产要离婚，而且还拿不出无犯罪证明，将被处置，永远不能回台。不敢相信。23号，大 S 特别在微博硬起来辟谣，公布鞠婧祎的无犯罪记录证明。过了去年因为急着来台，才发现跨国婚姻需要良民证。后来啊，委托韩国友人帮忙寄送，将文件翻译成中文，交给移民署，完全依照规定跑完结婚流程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那些假新闻就是要骗取流量的。希望你也真心相对。给我馒头机带带货。活在热搜榜上的另一家人事业线稳定发展，汪小菲经营的麻六记餐厅获选2023北京十大品牌，张兰蕾也拿到汽车代言，车标木兰以他为设计，意思是当代花木兰。是木兰？谁开呀？我的，我开呀。你开吗？给我大表演完了就给我了。哎，对，凉的，地上点，真凉的。向天发誓，他不是妈宝男。那我这怎么样？这改的啊？我这改的，看看你这，你小头发还挺帅，长长了，他就还得留起来，还得穿着立正的。我发现你，你不适合穿着运动的那个。因为瘦了，我才能穿立正。前两天那不是阳了以后胖了吗？宝宝们说，妈妈见到儿子，瞬间变温柔了。不温柔的时候，你们没见着吗？张兰的母爱爆棚，网友沙眼表示，几个扣子都要上热搜啊！稀奇吗？不是我国妈宝男图鉴吗？40几岁的宝宝，妥妥的妈妈宝宝男，妈宝男的日常啊！宝宝们，欢迎小朋友。每天开的太厉害了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我说最近是白了。对，你不要气色今天好。今儿出差刚回来，儿子来看我来了。第八了一个。大奖，今年代表麻六记去领一个北京市颁的奖。那我们抖音也跟着吧。我们的抖音有人去。我们也要求。别，人太多了。哦，人太多了。哎呦，我不行，人跟着我。没有不行。我也来遍30000人了。嗯，30000人了。我瘦了，瘦，头发长着呢。这缝了几针呢？啊？别瞎说，别瞎说。